今日请坐。各位同心，大家安坐哈。各位同心，大家较早哈。我是张伟文哈。目前是咱成功大学台湾语文测验中心的主任哈，嘛是台湾文学系的副教授哈。咱接下来这门课呢，这节课呢，咱要来讲台湾语文的问题哈。咱要来讲台湾语文甲教育台湾话的一个重要性哈。咱大生呢，这几天哈，咱新闻媒体顶头真侪重大的这个新闻焦点啦哈，其中一个就是有关到这个钓鱼台哈，还是讲这个尖阁群岛这些问题呢，以及这个南海哈，这些相关的这些主权的争议的这些问题哈。这个那讲到这呢，咱就小可爱提起到这个越南啦哈。尤其呢，我昨呢我看电视吼，看几啊台这个中国台呢，较台湾的中国的媒体啦哈，较中国开的这个电视台呢，拢在遐讲到，伊在遐咧讲到为钓鱼台开始讲，安尼啊讲到这个包括南海啦哈，包括中国近代呢战后呢，甲周边国家的这个领土的冲突，其中伊嘛讲到这个中国甲越南呢，讲到1979年呢，这个中国所谓的侵略战争啦，当然这是徛伫中国角度啦。我看遐媒体呢，拢甲中国讲敢那神呢，讲敢那袂输伊外高，包括像讲到这个1979年呢，邓小平呢，对越南出兵这件代志呢，讲敢那袂输拢中国赢呢，认真讲，我讲因这电视的所有的名嘴吼。拢一支嘴好累累啦，咬铁尔啦，咬铁上啊！咱台湾话讲咬铁上啦。这个越南研究拄好，我加减嘛有一寡研究呢。我去越南嘛做长期以来做十几冬的这个研究呢。拄好1979年这个越中啦，我是甲称呼做越南甲中国这个冲突、军事冲突这个部分呢。拄好我进前嘛研究过吼，嘛去采访一寡越南人，以及收集过一寡资料吼。我讲昨。即个中国媒体讲的吼，实在真正是好累累啦，酸椒嘴拢徛伫中国的角度咧讲啦，讲中国外交，透影咧外交，事实是安怎？因遐讲啥物无几工呢，无甲十工呢，就甲越南甲拍落来，拍，甲因个几耐城市甲退落来，然后就达成伊个任务，就转去甲中国啊。我讲这吼，这是因家己的幻想啦，事实敢是安尼？毋是安尼啦。迄当时，中国邓小平因本来想讲吼，着三天内底着要甲越南退起来啊咧，结果有影无？无影啦，拍几啊个月，结果呢，无像因想的讲吼，越南遐简单退啦，拍几啊个月退袂来，尾啊呢，因只好吼用一个落楼梯讲，着吼已经达到即个教训的目的啊吼，所以咱会当撤兵啊，讨厌。所以呢，其实是啥？伊家己咧讲好听话尔啦，家己吼做民主家己尔啦。包括迄当时差不多十年前，我伫越南做调查的时阵呢，我伫遐嘛拄到一挂即个中国学生啦，为广西去越南，伫遐学越南话一挂中国学生吼，因家己就讲啊，讲因以前啊听老母讲啊吼，听因爸母啊，听爸母迄个年代讲，讲迄当时呢，中国派真侪人民的解放军呢。经过广西，经过边界呢，去到越南吼，结果呢，拢一台一台车转来啦，拢尸体车转去啦，活的过啊，怎死的转去啦？这是我听因家己中国学生讲的啦，包括就是讲根据一寡较可靠的资料呢，当然双方拢有死伤啦，双方死伤差不多五六万人啦，也就是讲呢，并毋是像中国讲的，讲吼，伊达到。甲越南教训一个了呢，伊任务完成就转去，毋是安尼啦。中国人吼，拢是安尼，拢狗吠火车啦。都拢吼，都该做够吓啦，该吓一个了呢。其实也无迄个实力，伊就讲好，我达成即个任务啊，就要转去啊。所以迄当时其实是安怎，伊想要甲越南退，甲都提袂起来嘛，去用倒拍转去是安怎呢？因为迄当时79年的时阵呢，人越南。
因遐兵啊，拄甲美国拍几若冬拍了，拄还阁有经验的，真有经验的状态之下呢，哦，啊，中国迄当时因有经验无？已经无啥经验啊！中国迄当时的兵啊，已经过几若十冬无烧尽，完全拢无啥物经验，所以因迄边一开始去的时阵呢，迄当时是拄啊越南的即主力的军队伫柬埔寨。伫外地吼，啊，所以头迄几工看起来，那像咧中国吼，介厉害，安尼一路，迄个乒乒球安尼伫翕面咧。但是等到越南的主力部队倒来的时阵咧，中国遐兵啊咧，死伤就增加愈来愈侪吼。所以并毋是像中国家己宣传咧讲哦，因拍赢越南，啊，所以就任务完成，并毋是安尼吼。啊，所以呢，像咱即摆看吼，这是即个伫越南咧。因为这个军事博物馆内底，啊，所刀手兵哈，刀手兵这是因军事博物馆内底展示的一个1979年呢，越中战争的时阵呢，遐中国的武器予因摕着，予因掠着的，哈，迄俘虏的就对啦，因甲中国遐武器俘虏着的，这是迄个炮管哈，这是世代迄种迄个类似火箭筒迄种物件哈，等一寡中国的这个军方的武器呢，啊，伊予因予越南。掠到吼，接收起来，啊，因伫遐展示的吼。啊，这个正手兵呢，啊，当然这是这个伫越南甲中国边界一个所谓的，即卖叫做友谊关呐，吼。啊，较早呢，中国个号名叫镇南关呐，啥物叫做镇南关？就是要镇压中国南边的越南，吼，所以叫做镇南关吼。啊，即卖改名叫做友谊关吼。啊，迄当时正济中国的军队就是。为友谊关系吧，吼，我的系吧，死的出去啊，真侪是安尼吼。啊，这是迄当时的啊，1979年啊，越南甲中国啊，这个小战的时阵，越南这边的这个兵啊，的这相片吼，这为越南的这个军事博物馆内底摕出来吼。啊，咱简单记一个例，为啥要记一个例？就是讲吼，咱即卖看台湾这媒体，尤其是遐中国派的媒体吼。你看看吼，迄敢若袂输中国的即个代言人呢？吼、哦，伫台湾拢伫遐讲中国吼外交拄外交吼，包括啥物有几若台特别足明显的色彩明显的遐呢？我也看咧节目，看到强要佩服的吼。啊，咱即摆呢，咱就先来补充一下有关越南的例啦吼。越南的例呢，会当正做咱台湾语文真好的参考。当然，咱的周边的国家内底。嘛，真侪国家因个语文改革近代个即个民族运动内底有真侪值得咱参考个，除了越南之外，譬如讲像韩国嘛是，吼、哦，啊，咱今仔日时间有限，咱就先针对越南个部分来了解吼、哦。啊，再先呢，咱嘛阁会针对即、這个1945年呢，即当时个即个历史呢，有关越南即部分呢，咱嘛补充，予咱各位同心来了解吼、哦。我想各位来遮。啊，上即个课研习的时阵呢，针对着咱台湾这部分，吼、哦，1945年迄当时的国际局势应该拢真清楚，啊、哦，迄当时啊，咱过去啦，哈、哦，咱以前读国民党伊的教科书的时候，拢讲啊，台湾都根据开罗宣言回归祖国啦，啊，这敢有影？敢对？啊、哦，这咱啊，秘书长嘛拢讲过啊咧，啊、哦，认真讲呢，迄当时蒋介石因的党来是安怎？迄是联军麦克阿瑟。啊，麦克阿瑟呢，要求蒋介石代表联军来台湾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呢。但是呢，不只是安尼，伊毋是干来台湾接受日本军的投降，伊阁去对马去越南啦，马去越南接受。啊，这部分呢，大多数咱过去咱台湾嘛拢毋知，包括我以前嘛拢毋知呢。我是一直到甲几若当前，还十当前呢，去越南做调查的时阵，有熟悉到一个。越南的老兵啦，叫黄典哈、黄锦哈，一个老兵，啊，伊才70-80岁啊，伊较早少年时阵嘛参加越南的游击队，游击伊个做兵啊，就对啊哈。啊，迄当时呢，伊亲身就见证着，讲迄当时蒋介石派军队去美越南，哈、啊，去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啊，过来伊想要企图占领越南，哈、啊，即个代志，后来又写一本册叫做《下内国队》。一个小说啦，历史小说，下来国队就是我的荷兰，荷兰就是越南即卖首都啦吼。啊，差十当前，我熟悉这位越南的这个算是老兵的作家呢。
啊，听伊伫遐讲遮历史了，哦，才后来才想着讲，原来较早蒋介石也想要占领越南，才开始去找遮相关的资料哈、啊。所以遮个代志呢，我即摆来先补充啊，互各位同心来小了解一下哈。即、啊這个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投降进境呢。即、这个越南的算是国父啦，吼、哦，越南人拢叫北虎，哦，北虎就是乌阿伯啦，乌志明阿伯安尼意思吼、哦。啊，即、这个乌志明呢，伊就听着风声啊，吼、哦，伊就知影，迄当时乌志明呢对着即个国际局势嘛真了解，尤其伊对着即个日本啦、啊、中国啦、啊、美国即个国际情形，伊拢真清楚。吼、哦，乌志明较早呢。嘛，捌互即个蒋介石掠去关伫广西啦，吼、哦，还要关一冬，啊是安那互伊关呢？因为咱知影吼，伫1945年以前呢，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人占领越南，占领要甲真百冬啦，吼、哦。啊，法国人伫遐统治，当然越南人因着想要脱离法国的殖民统治，想要独立就对啊。啊，伊当然乌志明呢。哦，伊就想讲，啊，要独立，若敢若靠越南家己的力量，绝对是无够的啦。你若无国际的友人、国际上其他的人来斗相共，要靠家己的力量，是真无够，真有限哈、哦。所以呢，迄当时乌志明呢，少年时阵，伊就去坐船，去船顶呢，去啊做即、這个做舵子师傅啦，哦，啊，四界去走欧洲啦，世界各国啦，去啊了解世界各国。啊嘛，结交各国的这些国际友人吼，啊，其中呢，当然，伊嘛有想要了，因为这个中国拄啊伫越南的边啊，所以呢，伊嘛想讲吼，啊，中国遐的一挂革命的分子嘛爱去结交，嘛爱去熟悉，吼，啊，大家互相支援，啊，所以乌志明呢，就去越南，不去中国呢，哦，啊，当然，伊去中国啊，甲中国共产党啊，是中国国民党拢有交步的吼。啊，去的时阵呢，即、這个有一届呢，啊去到即个越南的时阵呢，不、啊，去到中国的时阵呢，啊，迄、這个即个国民党吼，蒋介石的部下就甲抓起来，因为怀疑讲吼，乌志明是中国共产党幺爸啊，吼、哦，所以甲关，甲抓起关伫广西，才关东外。所以即个乌志明呢，真有名，即个一本诗啦，诗集啦，叫做《狱中日记》啊，《狱中日记》吼。讲关伫监狱内底即个日记呢，那、哦、这算真有名呢。迄就是迄个国民党关伫广西时阵所写的吼、哦。啊嘛，因为即个乌志明呢，捌互中国关过，所以呢，伊对中国吼、哦、不哩啊了解，吼、哦、爱对中国国民党也是中国共产党因这些人呢，拢真了解，真知影中国伊个情形到底是安怎。所以，当到1945年呢，啊，这个日本天皇宣布啊投降了呢，伊就安怎？因为伊就知影嘛，伊知影讲吼，这个联军呢会派蒋介石啊来越南接受这个日本军的投降，所以就真紧张啊。啊，真紧张的时阵要安怎？伊知影吼，这若迄个蒋介石军队失败吼，伊会安怎？伊会那罗满，啊，就甲你霸占掉，无要走啦，嘿。所以呢，伊就赶紧随组越南的这个临时政府，啊、哦，组越南临时政府。啊了呢，伫9月7日随宣布越南独立，建立这个越南的这个共和国，哈、哦。啊，当然，伊卡手遮咩，就是安怎，伊惊讲吼，你若越南无一个正式的一个组织对外发言的时阵，哈、哦。啊！你迄个蒋介石军队去啊，了你着发言权都拢摕掉呀！哦，所以着赶紧爱心的即越南临时政府，啊，佮宣布越南独立吼、哦。啊，当然，即、這个后来即个蒋介石呢，确实着照着麦克阿瑟伊个命令，派20万的军队吼，20万即个数字呢，啊，这是根据越南迄边伊教科书顶头家己写的吼，因的记录是讲20万的即个军队呢，即、這个。蒋介石派20万军队去北越接收啦，吼、哦。啊，这个咱即摆看吼，咱即摆看这个这北岛呢，这是这嘛是伫越南的这个博物馆摕出来哈、哦。这就是啥呢？8月15日越南这个啊、
就是日本天皇正式投降了呢。胡志明除了这个宣布这个临时政府成立之外呢，伊搁伫全国吼、各地呢发动起义啊，吼、发动起义。所以咱即摆看到这呢红红一点的，这就是伊的大都市呢。迄当时八月革命成功，吼、也就是伊八月呢短短两礼拜，伊就伫全国各大城市起义成功啊，拢摕着主导权。啊、两礼拜之间就摕着这个主导权。所以呢，因即摆伫越南呢。大都市内底咧，一定拢有一条大路，叫做八月革命大道啦。各位同心若有机会去越南佚佗，你甲注意下看，胡志明市也好，即、這个河内市也好呢，伊个一定有一条足大条路，叫做八月革命大道啊。伊个越南话叫甲望唐丹啊，就是八月革命大道。迄就是呐，就是咧纪念1945年八月呢，八月十五甲八月底迄两礼拜之间呢，因发动起义赢。这个迄件历史吼，啊，这当时呢，蒋介石当然因呐，后来嘛是派200,000的军队去接收越南北部啦，啊，南部呢是由这个英国的军队来负责接收吼。啊，咱即摆看这相片的，这嘛真珍贵吼，由越南这边所提供的相片吼。这是1945年呢，蒋介石的军队呢。来到这个越南的海防，海防是越南的一个海港，哦，底下集结，底下军队呢，底下这阅兵的情形哈，啊，这呢是迄当时呢，蒋介石的军队呢要进入河内市的一个相片哈，啊，这是伫海防哦，哦，啊，像这呢，这个相片内底哈，可能较无小看哈，不哩个呢，大家要看麦呢，中就是越南的胡志明啦。倒手边这位是谁？这个名我相信咱台湾人拢捌伊啦。啊，若读过中国国民党的册的人，一定拢捌的。迄个人叫何应钦啦，何应钦啦，吼，何应钦呢？我代表蒋介石去越南接受这个日本的受降啊。啊，所以这相片呢，这不是我家己画的吼，这嘛是为越南的因的博物馆。资料甲调出来，诶，即个资料吼，啊，啊，这是南部诶，这是即个英国诶军队吼，啊，咱即下看这相片呢，这嘛是哈，这嘛是为呢博物馆调出来资料哈，这因电视这是啥？这是越南诶游击队吼所做诶通报器啦，通报要通报讲吼，啊，即个蒋介石因诶部队呢要进入越南，诶，即个河内。哦，啊，部队已经走到底，吼，因做一个通报去就对了，吼。啊，当然、这个蒋介石派200,000的军队去比较越南，吼，各位想看卖呢？蒋介石的部队来到咱台湾发生2.28，啊，这个蒋介石的部队去比较越南会发生什么代志？咱个想看卖呢？会发生什么代志？嘿。嘛是发生类似2.28安尼个代志，而且呢，佮比2.28较惨重，死伤佮较惨重，是安怎呢？即个咱拄则有讲吼，胡志明呢，伊知影中国个野心，伊个企图，所以呢，伊赶紧着成立越南临时政府。啊，即个临时政府着类似啥？类似咱即摆台湾个台湾民政府啊，类似是安尼嘛。啊，伊紧成立了呢，当然。即、这个伊就开始有一寡组织嘛，譬如爱有国会，哦，爱有即个中央内阁，哦，啊，蒋介石尾啊派兵去的时阵呢，当然伊就真袂爽啊，伊讲，啊，你胡志明脚手遮咩哦，吼，袂前袂就设立即个越南临时政府，佮宣布越南独立，安尼啦，你国会的席次，你内阁的席次呢，爱让出来，让看要让偌济，让一半还是三分之一？吼、哦，咱让释出出来，啊，让释出出来要送，吼、哦，蒋介石支持的人马啦。所以蒋介石因伫越南嘛，扶持一个叫做啥越南国民党。所以恁若查越南以前的历史，越南遐嘛一个越南国民党，迄蒋介石扶持的啦。啊、哦，啊，所以呢，伊蒋介石伊着扶持伊的人马，亲中亲蒋介石的人马，包括着伊的即个国家的副主席。啊、哦，伊嘛要求讲爱好一个叫做黄海信的哈、哦、越南人，但是迄个黄海信的越南人呢，基本上是亲蒋介石的，亲中的啦。
吼，迄个黄海神，伊本身较早嘛，去中国参加黄埔军校的黄埔军校咧，吼，等于是拢完全是亲中啊。虽然讲伊是越南人，但是伊是亲中的吼。啊，所以呢，这个蒋介石呢，伫遐的扶持要介入越南的内政啊。除了这之外呢，蒋介石佫甲吴志荣讲吼，我这20万的军队去要到越南，爱食饭呢，爱穿衫呢，要食、要穿、要用的吼，啥物人买单？当然你啊越南爱买单啊，哦，你越南你啊甲食、穿的、用的都交出来啊，哦，啊黄金嘛交出来啊，哦，会食一个、会用一个物件拢交出来，交出来要创啊？表面上是讲啊，我二十万的军队爱食、穿、要用啊，啊，其实背后是啥？当然会当摕愈济愈好啊，摕摕要创啥？通应付中国的内战啊！1945年到甲1949年迄几冬当中，是中国国民党甲中国共产党伫开始内战啊嘛。哦，所以你看咱当时，像咱尤其咱在座老一辈，当心就知影。哦，拄战争结束的时候，咱台湾嘛是共款啊，足济即个米啦、糖啦，哦，甚至铁器啦，拢要北去咧，北去倒，买中国通应付伊个内战啊。甚至咱台湾人嘛，好厉害做兵呢，对无？阮老爸较早嘛讲，八二三的时阵，嘛要调去金门做兵呢，吼、哦。所以咱台湾，所以迄当时蒋介石迄个越南嘛同款啦，迄种也要食，吼，也要摕，也要掠，吼，逐项都拢做啊，吼、哦。啊，所以呢，引起即个吴志明非常不满，不只是吴志明俩，规个越南人非常不满啦，吼、哦。啊，迄当时呢，伊要即个粮食要求越南爱交粮食出来，但是呢，迄当时越南呢，拄啊好安怎？拄好战争结束，啊，拄啊好迄几冬呢，收成无好啦，哦，农作物收成无好，北部欠粮食，啊，南部的粮食佫运袂起来，因为呢，战争结束，铁路中断，哦，铁路拢歹去咧，所以南部的米嘛，无得运起来北部，啊，北部的收成佫欠收呢，所以呢，足即越南人本身就无物件通去食，吼、哦，伊本身就食袂饱，结果佮应付蒋介石的需求呢，所以我倒啊，吼、哦，啊，即个吴志明伊嘛，国务院长伊嘛是，人讲即个批大下完呢，吼、哦，伊嘛是爱，着叫人民爱甲食物件交出来，通应付蒋介石呢，因为安尼呢，听讲夭死的越南人呢，吼、哦，因即卖估计才200万人。200万人因为无物件通好食，拢枵死啊！哦，啊，即个详细调查呢，几冬前有一个日本学者甲越南学者，因为共同去做实地的调查甲采访，伊嘛出专册出来哈、哦。各位若趣味，咱详细看下册。所以呢，伊一方面要介入越南的内政，一方面呢，害越南人真侪人无物件通好食，200万人枵死呢。各位，咱迄当时284乡才几万人。有的人讲2万、3万、5万呐、啊，吼、哦，咱准5万好啊啦。伊若200万人，得几倍啊？40倍呢。吼、哦，你看200万人，要是看偌济、偌恐怖就好。吼、哦，啊，所以呢，迄当时的这个吴志明呢，当然伊就爱想办法啦，讲啊，这是要安怎，才会使把这个蒋介石的军队赶走？各位，咱来想看卖呢。那是你，你那是吴志明，你要用什么步数？通好甲蒋介石赶走，有无？咱想看卖呢，哦，所以呢，咱我背后即北图呢，这是即、這个嘛是越南的即个博物馆内底的一幅油画啦，吼、哦。即幅油画呢，穿白衫即位是即个吴志明吼，伊伫遐剥粉吼，伫遐思考呢，面对着遮个哦外来政权呢，啊越南伊要哪来来处理？吼、哦，要行啥物步数？吼、哦，这是一幅油画吼。落、哦、尾呢，吴志明想到一部《苦肉计》啦，《苦肉计》啦，吼、哦。伊想到啥物款的《苦肉计》呢？伊知影讲吼，1945年战争结束了呢，法国呢想要继续统治越南，吼、哦，伊抓到即个法国人的弱点啊，伊、哦、知影法国人想要过来呢，啊、哦。啊！你所以呢，伊就私底下去找法国谈条件。伊讲吼，我欢迎你法国继续倒来统治我越南，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就是你爱帮我把
蒋介石的军队赶走。你把他赶走呢，你就能取代蒋介石，重新回来越南，来统治我越南。这法国人听听，感觉也有道理咧，所以他就去找蒋介石谈条件。他就跟蒋介石说，照说呢，反正在这，你的任务是来这，代表联军来接受日本军的投降而已。现在你的任务都已经完成了，你本来就要退兵了嘛。你如果好好退兵，这样啦，你就好好退兵，将越南让给我，换我来管理。我们过去呢，中国跟法国所签的一些不平等的条约，不然就给夫妇的准度算。蒋介石听听，那也是不错的，所以呢，他也同意。所以为1946年，差不多6月休落的时候呢，才开始撤兵，为越南撤退，撤退出去。当然，这个，蒋介石，伊撤退，当然伊就想讲，当一方面废除这不平等的条约，过来，伊家己嘛需要用这个兵啊啦，过来，因为伊要拍内战，伊需要用这个兵啊咧，过来呢，反正我物件提了有够，提了有够，就好通来转啊咧，因为伊当时的重点是要甲共产党斗争嘛，伊嘛无遐济气力通好对付越南，处理越南的问题，所以呢。吴志明，越南吴志明呢，用这部《苦肉计》呢，才换一个，才把这个蒋介石赶走去吼。当然，伊甲法国之间呢，伊嘛签一个协定啦。这个协定呢，叫做《六三协定》吼，伫1946年3月7日所签的这个协定吼。咱即摆看这相片，这嘛是越南博物馆迄边提供的资料吼。迄当时因签这个《六三协定》吼。吴志明甲法国的代表，伫遐翕相的这个相片哦。根据这个协定，当然法国甲越南之间嘛有一个协议啦，就是讲你法国人会当继续回来越南来取代蒋介石，但是呢，我越南嘛有某种程度的自治的权利啦，譬如讲我独立的财政，我嘛会当有家己的军队，有一定的这个自主的管理，然后我欢迎你法国回来，所以当时法国就派差不多，敢那差20000人左右的军队来取代蒋介石的军队，当然，迄当时吴志明的想法是讲吼，伊爱联合主要的敌人来拍上主要的敌人呐，迄当时上主要的敌人上，当然嘛是蒋介石，这个。吴志明吼，嘛捌讲过一句话啦，当然，这句话有较粗俗看，但是咱爱表达着这吴志明伊以前讲的这句话吼，伊捌表示过吼，讲吼，因为咱知影，中共呢，甲越南长久以来呢，几千年来拢伫遐，定定有一挂纠纷就对吼。中国人较强的时阵呢，就要拍越南吼，有当时嘛捌实际上直接统治过越南，当然越南嘛较强，就搁啊中国拍转去咧。所以这个吴志明呢，伊就讲吼，若要一世人吼，食这中国人的屎吼，确实吼来骗这个法国人的臭屁嘛，无要紧啊。法国人迄只较臭的屁尔，但是中国人迄是臭的屎，若要食屎归去来骗迄臭屁嘛，无要紧。这是吴志明讲的吼，这个咱拄则讲，就讲伊呢换这个法国去吧，当然。伊真正的用意，毋是讲甘愿阁做法国的殖民地啦。伊是安怎利用法国要来对付中国，先甲中国拍转去，赶走。然后呢，法国人你要转来继续来拍，要继续来占领越南。但是法国离越南足远个啊！你要派军队，要派补给的，迄落无方便啊！你遐尼远，几万里个呢？你要派兵啊，为法国派来到遮，你得爱去补给的路线吼，加较困难。所以伊的想法就是讲，中国先走，你法国来了，无要紧，我再派游击队。所以呢，为1946年到个1954年，将近要十冬当中呢，越南伊就是呐，派游击队，伊就秘伫山林，甲法国对抗，用游击队的方式来对抗法国的正规的兵啊！当然尾啊，后来就是伫这个真有名的所谓的奠边湖战役哈，一个
越南的一个算东西西北平遐一个山顶咧，即个因甲即个法国小战，啊叫做法国战书，哦，所以尾啊法国才正式放弃即个越南，哦，才退出越南，哦，啊所以这是即个越南咧，因近代诶1945年迄时阵的一个历史，哈，哦。啊，咱拄则讲的这呢，这毋是我乌白提的吼。哦，这是有根有据的。这呢，伫越南的历史教科书内底，因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内底拢有写。咱即摆看吼，这是高中历史教科书历史，历史就是历史啦。越南话发音吼，真侪甲咱台语真共吼，啊嘛一部分甲客语真共啊。譬如讲迄个越南话的“妹”，老母叫做“妹”啊，啊客语嘛是呢。啊，客气嘛，阿妹，吼，阿妹，吼，所以呢，伊的这个越南话呢，伊的发音一部分甲台语有像，一部分甲客气有像，啊，好，啊，咱即摆看这是伊的第12册，吼，高中教科书，也就差不多高三啦，差不多高三的时阵呢，伊的历史教科书内底拢有写，啊，伊的第12册内底第3章，哈，然后伊才写1945年到1946年，因近代历史是安怎？啊，所以我讲的遐大多数拢伫真内底啦。当然，话是我为其他个所在得到的一寡资料吼，但是大概情形是安尼。啊，遮都有写着吼，北纬20度以上呢，是由蒋介石派20万的军队来占领。啊，所以你啊看，你啊越南人吼，伊啊读过高中啦，高中若读毕业的啦，伊拢知影这件代志。所以伫越南人的心目中吼，蒋介石是好人啊，歹人。当然嘛，歹人，吼，即用脚头想嘛知，吼，所以呢，后盖咱也拄着越南人，吼，即个要讲到即个台湾的历史，也是讲越南历史呢，用即个举例，吼，要甲因讲吼，啊，蒋国民党伫台湾的情形着啥？你看着亲像以前蒋介石伫越南占领越南，安尼着随了解啦，吼，啊，若无呢，越南真侪人拢因为因迄边呢，甲以前啦吼，伫以前的时阵，甲中国较好呢，因拢共产党诶嘛吼，所以有关真侪台湾诶问题，诶一寡资料呢，拢是中国提供诶。啊，当然中国提供一直拢讲台湾是中国诶啊，吼、哦。但是呢，即几年来呢，豆豆啊，咱即个尤其像阮定定在啊带团带学，即个一寡学者学生过越南做交流诶时阵呢，我都拢甲用越南甲中国关系来做咧，台湾就亲像过去呢，啊、哦，1945年同款，迄个蒋介石甲占领，用安尼咧讲，因就一清二楚啊啦，哦，啊，过来就是咱像我若带团过吼，我一定拢用台语甲因交，迄、那个用台语甲因即个交谈，啊，当然因听无台语嘛，哦，啊，咱会翻译，直接台语翻越南话，越南话翻台语，哦，所以因就随知影讲，哎、欸，台湾人甲中国人是无共的。啊，若无过去吼，一寡中国派、台湾的中国派学者，若过越南交流的时候，拢用北京话啦，啊用北京话，咱越南，哦，啊恁都咱中国个啊，哦，因为因越南嘛有真济会用中文、会用北京话，所以听讲啊，你台湾啊，甲中国拢同款，哦，所以呢，我记一个，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吼，伊越南的一个算是地缘吼，地缘是一个算高原的真重要的一个所在吼。啊，迄、那个所在伊遐做调查啦，啊，啊遐做调查的时阵呢，因迄个所在较敏感，因遐有真侪越南的少数民族，但迄个地缘迄个所在呢，伊内底佫有真侪矿山，吼、哦，有真侪矿物，啊，即矿物呢，因即卖是有开放国际标，迄个中国标着，所以中国差不多10万的工人伫遐开采遐个即个迄个矿物吼，啊，十万个内底听讲啦吼，有创作者。中国的军人伫内底啦，一寡 spy 伫内底啦，啊、哦、啊，所以迄个所在足敏感，所以越南伊嘛对遐足注意的哈，因个公安嘛拢随时咧监视着对啊。啊，进前呢，我有一个朋友呢，咱台湾人吼，啊伊遐做调查，伊主要是咧调查越南的少数民族啦，因为地缘遐少数民族甲咱台湾的原住民较接近，伊嘛是南岛语系哈，啊去调查当然去着随红掠去啊，伊讲吼，啊你太无申请。哦，啊，讲有啦，我有申请啊，啊，但是你都拢唔准，啊，唔准你搁来呵呵，不准啊，你搁来，哦，啊，讲啊，你是中国派你来做 spy 的哦，啊，朋友就讲，无啦，我是台湾来的啊，啊，讲，嗯，
啊你台我太知你是台湾中国，啊你拢讲中国话，我太知你是台湾中国个，所以伊拢换改用讲台语啦，讲互伊听无，互伊讲哦，原来你是真正是台湾来，毋是中国来，然后爱知伊是台湾来，你也着较无代志啊，后来就放伊转去啊，哦，啊所以这就是讲着吼，为越南这个地吼，其实会当互咱足济个启示啦，包括对历史个、对政治个，啊像对语言个，我想会当互咱真济一个启示吼。好，啊，这是过来咱看几张啊相片哈。啊，1945年，胡志明宣布独立，哈、哦，9月7日宣布独立。当然，迄当时宣布独立时，够人甲承认，无啦，无任何国家甲承认。一直到甲5年后，1950年的时阵，才开始有人甲承认的啊。所以头啊，迄五年根本就无人承认的。但是，就算无人承认，伊嘛是爱安尼做，因为你家己若无承认，家己啥物人会承认你啊？所以话人拢会讲啊，即、这个台湾政府有倒一个政府在甲伊承认，有倒一个外国个台湾在甲伊承认。啊，你家己若无承认，对家己无自信，啥物人会甲你承认啊？话人嘛是安尼啊，你一开始嘛无承认，但是不管啊，反正伊就做啊。然后胡志明呢，伊伫9月7日宣布独立了，伊9月7日随个宣布安怎，伊要推行越南话。啊，过来要推行这个越南罗马字。啊，越南过去捌用汉字，用1000冬，真清冬的时间。哦，不止哦，不止1000冬，差不多2000冬的时间。啊、哦，尾啊，伊就废除汉字，伊不爱用啊。啊、哦，为啥伊不爱用汉字？啊、哦，各位咱个看，咱个想哈、哦，这个越南呢，迄当时1945年的时阵呢，伊若继续用汉字哈。啊，蒋介石派军队要来占领越南，非常简单呐、啊。我来到咱拄则讲迄个亮山遐吼，就是个镇南关吼，即摆叫友谊关吼。啊来啊，全部拢看有啊。啊，你厝个空房啦、人名、地名，全部拢写汉字，我全部拢看有。我要接收足简单个啊。哦，我中国人要来接收你越南，非常简单呐、啊。因为嘿，恁在哩替迄落啊，哦，替我做功德个，你着甲遮个、遮你个人名、地名吼。哦啊，甚至你写的物件，我拢看有啊，所以要接受，叫做简单嘞。安尼啊，种规格换做罗马字的时阵吼，我看拢无。伊若要学，小莫嘛要开1-2冬的时间，嘿，就袂赴气啊。哦，所以后来胡志明决定，规个把汉字摕掉。啊，迄嘛一个好处就是讲吼，伊把汉字摕掉的时阵呢，越南人嘛较袂去读中国册。啊，若无吼，过去古早封建时代越南人呢？拢在读中国册啊，伊嘛是拢在读四书五经，哦，啊读读个了呢，哎，伊嘛是会去考试，话呢，伊着考家己越南在地的，诶，迄个，譬如讲去考进士啦，啥物货吼，啊话呢，伊若感觉讲吼，越南形势，伊要中国做官，嘿，伊嘛会走去中国考试呢，去中国做官呢，以前嘛是安尼，哦，所以呢，你看越南话内底差不多80%的越南书吼，拢是所谓恩韩别的，杜韩别汉越书啦。就是受到汉语影响的遐个词，所以受中国的影响上大，所以就讲吼，啊，若个汉语个废掉吼，较袂去读中国册啦，亲中的人较少，啊，一般社会大众嘛较袂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吼，所以这是真关键的。伫1945年，胡志明就宣布要恢复家己的母语，过来要改用这罗马字。当然，伊这罗马字是他17世纪的时阵传教士就传入去啊，所以有一定的历史的基础啦吼。啊、所以呢，伊就伫9月7日佫随宣布讲，要推行国民教育，要踮全国呢推行即个罗马字的教育、母语教育，吼、哦，啊，佫来要扫除青面牛，哦，因为毋捌字的人伤济，哦，所以呢，伊伫各地吼、哦、推行即个罗马字，吼、哦，即、這个所谓的即个母语教育，吼、哦，啊，咱即摆看，这是伊伫砖卡内底。伊嘛伫遐咧教罗马字，啊、哦，教家己个母语，甚至呢，你看伊个游击队呢，迄当时游击队呢，伫荒郊野外，哦，休困时间人穿叉伫边啊，嘛伫遐学罗马字呢，人是即个精神呢，哦，啊，咱台湾人呢，哦，家己母语拢无啥会晓，袂晓读，袂晓写，无通去，含即摆愈来愈少年呢，含讲都讲袂认得，哦，咱家己个母语，包含合法客语。也是台语，也是讲原住民的话，你看流失偌济就好啊！吼、哦，啊，人越南，
啊，咱毋通看人普普呢，哦，人是对家己的文化遮尔有自信，搁遮尔坚持呢。包括着讲吼，越南过去当然，尤其是迄个差百零年代以前吼，因是较封闭的时代。但是为啥1980年以后，即二十几年啦开始开放吼，人开放了呢，人就嘛积极呢，伫国际上要争取越南家己的各方面的即个国际地位呢。包括譬如讲，因即卖着申请即个世界文化遗产吼，有申请着7个啦。短短即二十档当中，人申请7个世界文化的资产，其中有2个是天然的，有5个是文化的遗迹啊，文化遗址的遗产呢。啊，咱台湾的，认真讲，咱台湾的条件无输越南啦。吼、哦，但是呢，咱对家己的文化无自信啦。哦，对家己的文化都无自信啦。哦，啊，当然会造成这個原因，拢是安怎？足济拢是因为过去中国国民党伊的教育嘛。伊就拢咧偏向咱台湾的母语、台湾的文化，哦，意思讲啊，恁这装较怂吼，啊较无水准，啊，因迄就较敖、较嚣掰，其实敢有影？完全无影。咱等下后壁，我特别来讲吼，譬如讲就即个语言文字来讲，认真讲，咱台湾上早的报纸，就用1885年台湾府城教会报，就用台语白话字来书写呢，是用白话来咧办报纸呢。啊，迄当时中国阁安怎？也阁伫清国个统治之下个咧。吼、哦，伊中华民国嘛还袂建国个呢。啊，即、這个中国五四运动刚开始啊，嘛还袂五四运动个呢。咱伫中国五四迄、那个黑色因提出五四运动个前30几年，咱就已经用白话文伫办报纸，用白话文伫写作伫创作个呢。结果遮个历史咱拢毋知影。吼、哦，所以即咱等下就是要来补充吼。啊，咱拄则看，这是即个越南诶，即个相片吼。过来呢，即个报纸呢叫做《越南独立》吼，《越南独立报》。啊，即个《越南独立》《越南独立报》呢，伊即个报纸，诶，真内底一个漫画吼，真趣味啦吼。伊即个漫画是咧讲啥呢？哦，伊即个漫画当然。后壁即是讲即个日本迄当时吼，伊、哦、说是基于日本帝国主义吼，因、哦、迄当时1945年啊，日本即、這个啊发动大东亚战争吼、哦，啊，伊即个漫画是咧讲个日本呢啊伫欺负越南啊，越南是啥啊？中国吼、哦、啊缅甸吼、哦、啊上下骹呢吼、哦、台湾，因台湾迄当时是日本直接统治之下个殖民地吼、哦，啊过来朝鲜吼、哦、朝鲜吼、哦、啊过来满洲啦吼、哦，所以。即北洞呢，伊显示啥？迄当时的越南人的眼中啊，台湾人甲中国人是安怎？是无共的啊！伊是甲你分开处理的啊。台湾人是台湾人，中国人是中国人啊。伊并无甲台湾人甲中国人囥做伙呢。吼、哦，伊认为台湾迄是台湾民族，中国是中国民族，是两个无共的民族啊。结果咱台湾人家己戆戆，吼、哦，1945年，佮有个人佮伫遐欢迎中国国民党来接收台湾。哦，结果唔知影是嘛，唔知影好咧，吼、哦，诶、欸，啊，所以这就是咱啊，咱迄当时的台湾的遐的迄当时的牛人呢，目睭吼白无金啦，嘿，先单纯先土地啦，哦，啊，无了解到国际的局势嘛，无了解到中国的野心啦，哦，啊，所以就是安尼，所以才好，即个中国国民党来到台湾了呢，人咧讲的讲乞家官庙讲。哦，啊来了呢，哦，伊就规个霸占台湾，啊讲台湾是伊下的，而且造成今仔遮济混乱吼。咱越南这部咱做一个总结啊吼。越南的历史学家陈仲金呢，哦，伊有讲过吼，有写一本真有名的册叫做《迄个越南史略》吼。越南史略哈，讲越南史的一本册哈，哎、啊，这本册真重要，这是因全越南第一个用越南罗马语书写，啊，过来用越南的观点来伫写家己的历史的一本历史册哈。这个淡薄就是咱这个台湾的台湾史呢，有几本真重要的，啊，一本譬如讲像这个书名啊，台湾人400年史，还是讲王玉德的这个。即、这个台湾，迄、这个课本的台湾，吼、哦，类似安尼一个地位吼。啊，伊伫即本册内底呢，伊就写着啦，吼、
伊伫迄个大话头吼，就即本册即个大话头序言内底呢，伊有讲着吼，伊讲吼，过去因为中国捌统治过越南真久长个时间呢吼，伊讲过去呢，不管大人囡仔吼，啊那去读册拢敢学中国历史尔，拢无要学本国史啦，写诗、写赋、写文章，嘛拢爱根据中国个古典啦。哦，啊，对着咱家己越南在地代志，拢无要提起啦。哦，啊，甲本国个历史当作敢若无路用，感觉讲哎，无要紧啦。哦，啊，敢若中国较重要。各位，伊伫讲个即个心声，拄好讲着咱台湾人，拄好对啦。咱台湾只个敢，哦，就是安尼啊。哦，你啊看，咱个学生对台湾历史有了解无？无啦，若有拢是中国观点尔啦，哦，拢敢若知影所有嘅开罗宣言，但是旧金山合约敢知嘛？毋知呢。我家己以前读大学以前嘛，真正毋知呢，啊，拢互骗去啦。毋知影历史，未晓家己嘅母语，嘛毋知咱家己文化，对家己嘛无看重，就是安尼啊。这就是中国嘅市民教育啦，啊，哦，啊，咱若去用中国市民教育了，咱就变啥？咱变次等嘅公民啦，二级嘅公民尔啦。三等的呢，嘿，有的人讲三等的呢，吼，哦，中国人拢上好嘞，啊，咱中国人拢上高层嘞，啊，咱嘞上下骹的嘞，吼，哦，你啊看，中国人伫台湾，你看，为马英九伊用的人，吼，哦，拢遐个中国人，包括上基层，伊所带来遐所有的英民呐，啊，你看一好康甲英细细，一个月搁几万块通好领，啊，咱台湾人嘞。咱台湾的农民，咱台湾的士大人呢，你也看，真侪六七十岁后，搁爱去田林做事，热天搁要晒死的咧，晒死的拢台湾人啦，啊，若寒死的拢中国人啊，因为冷气吹成冷，哪寒死啦，吼，哦，真正是安尼，啊，这咱唔是你黑白讲的啦，包括你也看，包括阮一代人，看起偌济低调就好啊，所谓迄，那个，服遐英文的遐国民主体，你看开几千亿的起乎因呢？啊，咱台湾人咧，大草料啊！欸，这咱是不是三等的公民啊？所以呢，实在足无公平吼。啊，咱个翻头转来，所以呢，越南呢，虽然咱唔通看伊讲啊，敢若哦经济啊无你偌好，但是人即几年的经济表现比咱较好呢。人即几年的经济拢六七趴的发展呢，颠倒咱台湾即几冬倒头路呢，倒退路啦，咱讲个倒退路啦，哦，啊是怎创的？中国嘛是马英九因创的，伊调岗的嘛，伊调岗要把台湾创个倒汤，要让中国来接收啊，吼，哦。好，所以呢，以上呢，这是针对越南的部分的了解吼。过，哦，来呢，咱就来针对台湾的部分吼，哦，来做一个介绍吼。哦，其实越南这吼，佫真侪啦吼，真侪通去讲吼，因为咱时间有限吼，所以我即马就直接跳来咱台湾的部分哈，各位若有趣味呢，啊，会当上我的网站哈，我的网站有真侪之前写过的一挂论文哈，也有真详细即个介绍。好，过来呢，咱就要针对台语文来做小改啊，当然。咱台湾的语文包含着合法客语，包含着咱原住民的语言，包含着台语吼。啊，咱今仔日呢，主要先针对台语的部分来做小改。啊，咱未来呢，嘛会规划吼，较专门的，就是讲有台语的，啊，嘛有客语的，嘛有原住民的部分，有分三种无同的认识的课程。啊，到时咱东心若趣味吼，会当个别来迄，那个去参加研习吼，啊，咱今仔日呢，因时间有限，所以咱就先针对台语文的部分来做小改吼。啊，这并毋是讲咱排斥客家甲原住民吼，这部分爱稍了解一下吼。啊，啥物是台语文呢？台语文学呢？咱请教在座的同心，你看有台语文，或者是会用台语文书写，请举手一下。吼，哦，无几位，咱在座百外个，敢若两位啦。2%的人会晓尔啦，这就是啥？身为台湾人的悲哀啦，大多数的拢无记的青梅牛啦。哦，我以前嘛是无记的青梅牛呢。虽然讲阮爸母、阮阿公阿妈拢讲台语的啊，
但是我到我读大学以前吼，我是台语的青面牛，看无啦，吼会晓讲啊，但是看无啦。是到我大学吼，啊，就甲朋友做台语写了，啊，开始呢，开始有甲台语界人有研究有聚集了，较知影哦，原来台语是安尼写。过来才发现讲，啊，原来百外当前，咱的祖先就用这台语文来咧写诗、写写小说来办报纸出册啊咧，啊，咱拢唔知影。哦，咱来看讲，啊，台语文学当然就是用台语来创作的文学啦，吼、哦。啊，这个台语是要哪写？啊，目前呢有三大种的写法啦，哈、哦。第一种当然就是全部用汉字，哈、哦，譬如讲过去的这个国册的这种用法，啊、哦，用汉字的来书写，这是一种哈、哦。另外一种是全罗马字，全罗马字这是从十九世纪。传教士呢，把罗马字呢提来设计咱台语文，哈、哦，来书写台语文，哈、哦，这叫做白话字，毛人叫伊叫做教会罗马字，哦、啊，即马较新的讲法，毛人甲讲是台湾字，哦，这咱等下拢会来看这相片，哈、哦，啊，过来，另外一种叫做汉罗合音呢，啥物叫做汉罗合音呢？就是汉字甲罗马字难咧用呢，啊，为啥物难咧用？哦，就亲像讲日文同款，日文嘛有汉字甲卡纳，吼、哦，甲南咧用咧，哦，啊，这个汉罗合音是它这几十年来呢，豆豆普遍的一种方法，也就是讲，因为咱在座的人大多数拢中汉字的毒伤深啦，包括我嘛是啦，因为咱细汉到较大，拢是受着中文的，吼、哦，的教育咧，所以看汉字较惯习，变成看罗马字也袂惯习，所以常常。咱若要全部来看这个，全部用罗马字写的这个台语文，常常看得足慢的，看得足袂惯习的，哦，啊，这需要一个过渡期，哦，啊，所以就是有一个汉罗合音，就是讲，基本上你若，你着用汉字写，啊，你若迄汉字写袂出来，你着用罗马字来写，甲难做伙用，啊，啊，这种叫做汉罗，吼，这咱等下买来看，吼，啊，当然这三种拢有优点甲伊欠点啦。哦，啊，咱就载人吼、哦，你若惯是用汉字写，你就用汉字写；啊，你若惯是用白话字、用罗马字写，你就用罗马字写。哦，啊，你若要用汉字嘛，无要紧。哦，咱就先用安尼方式咧，啊来写吼、哦。譬如讲像这呢，这个国册吼，这个会做会写法吼、哦，这叫做诶《和珅榜》啊，《大政歌》啊，这是用汉字的方式来写。啊，当然，这汉字你也用台语读啦，你袂当用北京话读吼。诶、哦欸，啊，这啊一寡字呢，话可能各位较唔捌看过，啊，这你嘛是爱受过教育吼。有、哦、诶人，咱真侪人拢会想讲，啊，我讲规世人诶台语，啊，你写这台语，我来看拢无。啊、哦，咱拢会想讲，会晓讲台语，就会晓看台语文，唔是安尼啦。啊、哦，你讲奥巴马，美国总统奥巴马，伊细汉就晓讲英语。伊若无去学校学读甲写，伊敢会晓写英语？嘛袂晓啊！读甲写，迄是爱踮校学的啦，哦，迄是爱去学的啦，哦。啊，你若无去学的时，你当然嘛会晓讲尔，袂晓写。所以咱拢真侪，咱有一种错误的想法，讲啊，恁写迄台语，我看拢无，恁拢学白写，哦。啊，你无学当然嘛看无，啊，你啊看，咱中文是予国民党逼。逼学偌久，咱才会晓看。咱嘛要学足久的呢，甚至你学到大学，即卖足侪大学佫必修国文呢。像讲成功大学，伊佫必修国文四个学分呢。哦，佮佫读四个学分呢。啊，你为小学读到大学读四个学分了呢，你敢有法度就变中文作家？嘛无一定啊，嘛无逐个人会当变中文的作家啊。哦，莫讲中文作家啦，用汉字来甲你考，看你读会出来无？大多数人嘛倒，我嘛会倒呢。哦，汉字拢总偌济，那空虚字等于47000几字啊。咱平均一个人捌几字？我有甲统计过吼、哦。你若国校啊，六档读完，国校啊教科书内底出现的这个汉字呢，差不多2600字啊。但是你若国校读了，差不多捌2600字啊。哦，啊你若国中、高中佮读到大学，平均册吼、哦、有人统计，差不多6000字啦。你读到大学才6000字啦，捌6000字汉字啊，但空虚字等于偌济47000几字啊，你家己阑珊的都读袂了啊，
读到大学南山都读袂了，哦，啊，所以呢，这是这个汉字的用法吼，啊，当然这爱用台语的方式来写吼，啊，这个爱个学啊，啊，譬如讲像这呢，那个放大一个吼，譬如讲这句，这是什么意思？啊，啊，什么啦？吼，什么歌？遐趣味啦！未念先甲恁通知啊，啊，过来，无论啥货有性地，好是蠓啊起冤家，哦、啊，这你得爱用台语来念吼。啊，过来，来转罗马字的白话字的吼、啊，这教会罗马字吼、啊，这是这个创世纪嘿。新古约的圣经哈，头一页创世纪哈，啊，啊，这个啊，像伊这伊讲吼，源起头哦，上帝创造天甲地，啊，地是空空混沌，深渊的面张乌暗哦，上帝的神运动伫水面，上帝讲，着光就光，上帝看光是好。上帝将光暗分开，上帝叫迄个光做日，叫暗做暝。有下昏，有早起，是头一日。吼、哦，你看，伊这是完全用白话来书写呢。啊，这百外当前都已经做出来啊，百外当前的圣经都已经用台语来书写。吼、哦，再来，这个汉语的用法啊，咱记这个陈明仁。啊、哦，作家陈明仁，伊一首诗叫做《故乡的残垣》。哦，这个“诶”呢，为什么咱要用罗马字，不爱用迄个“的”？啊，北京迄个“的”啊，因为哈、哦，这当然用罗马字有几个好处，其中一个就是，你若个用迄个“的”哈，故乡的田园呢，啊，人想讲是写北京话。哦，啊，你若一个“诶”时阵，就提醒我，我这是台语的，你要用台语念。啊、哦，所以伊要区别。做好区别的，我这是台语文啊、哦。啊，那无呢？你若像拄只迄歌册迄吼，你若迄个中国人看，讲啊，你迄是不好的中文，伊会甲伊当作你是写了无好的中文啊、哦。啊，咱即摆来看卖咧吼，像这呢，伊讲白灵犀，脚长长，想欲烧照问，啊、哦，你来来去去，会当飞偌远？敢袂飞过阮故乡的残垣？咱念不完吼，用牛车路高长长，想欲烧照问，你圆圆弯弯会当行偌远？敢袂行过阮故乡的残垣？伊讲，自阮离开了后，故乡早就怕远，简单剩着一曲干梦花。自阮离开了后，故乡早就怕远，简单剩着满腹心酸。十五暝，月光光，照阮窗仔门。月娘啊，月娘，会当照偌远？敢会照着阮故乡的残垣？啊，像这呢，为什么咱会要用罗马字？譬如讲啊，吼，即讲月娘啊，月娘，会当照偌远？啊，会当。会动呢，有的人伊会写会动啦，啊，有的人写会动啦，哦，啊，有足侪种无同的写法啦。像这呢，咱若有争议，写出来大家意见无同款的，规期咱就用罗马字，用罗马字拢免争，哦，啊，罗马字对的啊，就拼做安尼会动啊，哦，啊，照偌远嘛是同款，哦，外呢要用安那写，啊，有的人用外口迄、那個、外面迄、那個、外啦。啊，有的人用诺言，迄、那个诺啊改做人字旁啦，哦，有足侪种无同个写法，嘛同款呢。然后正义，无咱着甲用即个罗马字，会较正确个表现啦，哦。啊，敢会照着阮故乡个残垣，啊嘛同款呢。敢呢，有的人讲啊，着用敢不敢的迄、那个敢就好啊咧，哦。啊，但是迄个敢不敢，当然伊有读做敢个，但是伊嘛通读做敢呢，哦。所以呢，嘛是有足侪无同意见。啊，若纠纷有争议的，咱就用罗马字啦。哦，安尼就拢袂冤家相拍。哦，啊，所以这是这几年来呢，啊，汉语的使用者愈来愈侪，比汉全汉字的
吼，佫较侪的原因是安尼吼。啊，这是咱讲的汉德合用的吼，像讲呢，佚佗吼，咱定咧讲啊，较来台南佚佗哈，吼啊，台南佚佗，佚佗要怎写？吼，有的就写七粒桃啊咧，吼，啊，有的是讲岁月蹉跎。啊，话讲日月走马啊变吼，再个一个马啊变吼。问题是咧，日要走马啊变，这得爱个造字咧，造字你就废气啊啦，吼、哦，迄个真麻烦的咧。所以呢，归去咱就用罗马拼音甲拼起来，七套吼，安、哦、尼就好啊咧，拢解决啦。哦，咱嘛无需要用汉字做中心啦，咱来企图用汉字做中心的这种以中国做主体性的一种想法。咱就用咱的做主体嘛，哦，汉字凊彩用用的就好啊啦，袂啊好，唔嘛无要紧啦，哦，迄汉字是中国人因要用的，就给伊用哦，啊，咱呢用就像日本安尼就好，哦，啊，汉字嘛无要紧，哦，汉字甲卡纳南智慧方式，啊，所以咱是汉字甲罗马的南智慧哦，这是汉字合用的方式，啊，当然这罗马字，这咱得爱来学啊。啊、哦，即台学啊，免、哦、啊拼啊，其实真简单，真简单哈、哦。像阮最近呢，有访问三十几位，诶，即个七八十岁以上的即个伫教会内底哈，啊，因细汉呢，伫教会主日学白话字的，啊，因呢，蛮足厉害呢，话较紧的两三工就会遐，啊，话较含慢的三四个月就会遐，至少要看了无问题啊。啊，啊，像这呢。我较早学嘛是真意外一个情形啊，因为阮家呢甲教会较无渊源吼，所以我伫读大学以前呢，其实我嘛拢毋知吼即个教会罗马字，啊嘛毋知台语安怎写，是到我大学的时阵呢，啊阮租一个台语社吼，啊租台语社迄当时头其实对台语嘛无啥物捌啦，就敢若想讲着爱讲台语吼，啊因为阮南部人，啊去甲台北城去台北读册吼，就感觉讲啊。台北人吼，拢无咧讲台语咧，拢讲北京话，听得着起码是解袂硬吼。所以当时就甲组一个台语社吼，啊想至少想无同学会当来讲台语安尼吼。啊尾啊，真意外的一个情形之下呢，有一个学弟啦吼，一个学弟来参加阮台语社呢，啊有一天伊就摕一本迄个教会出的古早出的世界本啊，这个白话字的教材吼。世界本啊薄薄啊，即摆嘛阁有伫卖，一本二十块尔，爱着送我。啊，我讲，哎呀，这啥物件？伊讲哦，啊，这着教会咧，迄罗马字啊，会当写台语。我讲，哦，啊，遮厉害哦。啊，我着摕来现场看看，一面看看着遐，真正。啊，罗马字原来，哦，原来薄着是写做即个 P 吼、哦，啊，若 PH 着是薄吼、哦，类似安尼。啊，看看，哦，原来着遐。啊，当然，迄原理了解一个足紧的。啊，当然着是讲，要会熟手，你着爱定用啊。定用了，你自然就会熟手啊！啊，所以基本上呢，罗马字只要呢开几点钟的时间，甲你讲迄个原理了，原理你也知影了，剩的当然就是家己练习对遐。好，啊，所以咱未来呢，咱台湾政府嘛会开班哈，针对台语，啊，佮有客语，佮原住民族语，咱佮会个别来开班，啊，到时再欢迎咱同心来选，来选读哈。啊，这罗马字呢，基本上咱都要讲真简单哈。好，啊，咱拄则介绍台语罗马有这三种诶，即个用法啦，哈。但是咱过去咱拢毋知影，包括我以前嘛毋知影，读大学以前我嘛毋知影，啊，甚至呢，阁有真侪有关白话字诶，即个历史诶文献呢，嘛拢毋知，啊，咱即卖呢，咱就要来介绍各位知影，哈。过去啊，咱咧读即个中华民国因诶即个，甲咱。公表咱学的这历史教科书的时阵呢，啊，拢讲到啊，中国呢近代白话文运动、五四运动，哦，都乌色个啦。胡适因这个人呢，提出这个白话文的运动，请问五四运动是当时差不多1919年啊，二十世纪，哈、哦，他1919年的时阵，因才开始伫推行这个白话文，也就是1912年。因中华民国成立的时阵呢，因敢搁咧用，因敢就开始用白话文啊，也袂啦，因也袂推行白话文呢，因也搁伫遐人之初啊，也搁伫遐吼用北京，也搁伫遐用文言文呢，哦，但是呢，咱台湾都已经安怎，咱早都咧用白话文来咧办报纸，用白话文来咧写作，来咧出册啊，哦，咱今日要摕一寡证据吼、哦，
大家看哈。啊，这是更加早期的，这原住民的部分哈。咱来看台语的部分了哈。清真的白话字教科书啊，早前的版本啊，就是教材台语罗马字的教材哈。啊，过来字典。咱台湾嘛有真侪字典啊，较早传教士留落来真侪真字典的，咱经几本啊做例啊，几本啊较代表性的吼。第一本呢是这个 Medhurst 呢，1837年正式出版的这个福建方言字典啊，这是现出时还佫有找到，佫较完整啊，找到还佫是完整的这个出版的这个字典的这本第一本吼，啊，过来。道家德吼，伫1873年所编的这《下应大书典》啊，啊，过来1913年，甘为林牧师啊，第一本咱台湾家己出版的台语的字典，就是甘为林的这本啊，《甘字典》吼，即卖以前名叫做《厦门音信字典》啦，即卖已经改名吼，教育广播是也改名，改做《甘为林台语字典》吼，啊，这已经发行几十版嘞吼，这算是。咱台湾上普遍一本字典吼，啊，咱即下看者吼，像这是道家典吼，1873年伊个下应大书典，啊，啊，即内底呢，啊，伊就用即个台语嘞，罗马字甲英语个对仗吼，英语个翻译吼，啊，过来像这呢，啊，咱拄则讲个下即个甘为林个台语字典吼。伊拢是用白话字、台语罗马字来编写，啊，再附一个汉字踮边啊，尔哦。啊，除了字典之外呢，伊嘛有办报纸呢，哦。咱台湾上早报纸，台湾府城教会报，伫1885年出版，哦。啊，咱即摆看郑秋平，这就是第一期哦，第一份的台湾府城教会报，全部拢用台语罗马字出版的，哦。啊，过来，有个人会讲吼，啊，这拢甲教会有关系尔啦，啊，甲咱一般老百姓他有啥物关系？啊，迄真有关系咯。啊，咱啊看吼，近代呢，欧洲、欧美国家吼，因的这个国民文学，包括因的民族意识的形成吼，拢甲因的母语的出版有关系啦。啊，母语的出版呢，拢甲这圣经的翻译有关系，啊，拢甲宗教有关系。啊，你像讲呢，咱即摆来讲，啊，即、这个啊，德国的文学、英国的文学、法国的文学、意大利的文学，遐个文学拢是安怎形成的？啊，拢甲即个中国世纪欧洲的即个宗教改革有关系。伫中国世纪欧洲迄当时呢，因伫教会内底主要拢用啥？拢用拉丁文啊，用拉丁文写。啊，你一般人敢捌拉丁文？一般的教导伊毋捌拉丁文啊，伊就爱透过啥？透过神父来翻译啊，透过遐神职人员来翻译。哦，也就是讲呢，上帝讲啥，一般的信徒其实毋知，伊就透过神父甲你翻译，讲互你听，来解说互你听。哦，啊这，你若一个久长了呢，有的神职人员，有的神父呢，有好有歹，啊歹嘛，有咧歹，伊就安怎？伊就可能黑白歪错上帝的意思咧。人上帝拉丁文圣经是安尼写，但是伊有可能黑白甲翻啊，就家己的意思黑白甲解说啊，啊，所以一个久了呢，就会产生问题，啊，就是歪错去的问题愈来愈多。所以呢，迄当时德国呢有一个叫做马丁路德啊，马丁路德呢，伊就提出宗教改革的这个诉求主张啊，伊就讲吼。为什么这迄当时的神职人员足侪拢爱黑白来呢？因为呢，信徒无多看圣经呢，啊，所以呢，就迄个骗去，迄个遐神职人员遐骗去呢。上好的要解决这问题，就是安怎，和信徒会当直接甲上帝来沟通，甲上帝来直接。上好的就是直接互伊读圣经啊，互伊有法多看圣经，直接甲信甲上帝来沟通就好啊，无需要透过这看教的人员呢。来底下个做翻译个工课，所以呢，伊就将拉丁文的圣经呢，甲用德国话甲翻译出来。所以呢，伊甲翻译出来了呢，诶，讲迄当时古早德国语的人，伊就会当家己读、家己看、家己读圣经啊，啊、哦，所以呢，
伊个即个翻译圣经，我豆豆变成一种个风气啊，变成一种风气，啊用意大利话，啊用法语，啊用英语，啊用各种欧洲个各种语言，啊变成一个新一个风气。所以即就是因即个新教吼，天主教尾啊呢开始有新教个形成。啊，即、這个即个新教出来呢，伊开始用当地各地方个即个母语呢来翻译圣经。然后用当地母语来做教育，因为古早教育，吼、哦，拢是安怎来？你也伫中国拢是安怎？中国拢是好野人个尔啦。古早敢有平民个国民教育无啦？伫中国无啦，拢是恁兜若有好野，恁若是参迄、那个，拢人参教啊啦吼。恁兜若好野，靠都请私人个家教来甲你教。啊，恁若是厝里无钱个，你着安怎？你着做青面牛啊！伫古早是安尼，无像咱即摆讲义务教育咧，所以伫古早欧洲呢嘛同款。古早欧洲开始有类似咱即摆义务教育形式，拢是干呐，甲宗教关系。因为伊要传宗教，啊要传宗教，要互你会用读圣经，啊袂当互你读圣经，着爱安怎教你会用读会用写，互你有书写的能力啦，会用读会用写的时阵呢，啊、哦，所以呢，迄当时的教育其实拢是为宗教。改革以后呢，开始呢，即用母语来读甲写即个教育呢，豆豆在普遍。啊，普遍的诶情形之下，就产生安怎？讲德国语的，讲德语的人呢，伊就会用德语来受到读甲写的训练。读甲写了呢，伊除了读圣经之外，伊就会当安怎？去做民间文学的采集啊，然后去做各地方的民谣、歌谣的采集啊，哦。伊就当去做遮个采集起来啊，啊较贤个人呢，伊就当阁进一步做啥？做创作啊，用遮个民间文学做背底，然后去做一挂创作啊。所以去创作了呢，伊就安那豆豆啊，其他个人过来读伊写个遮物件，豆豆呢，伊即民族意识呢就形成啊，德国人意识就形成啊。啊，伊去采集德国个遮民间民谣、民间个歌谣、民间个文学，然后踮学校教育。吼、哦，伫教会教育内底呢，伊就去会当去传去传呐，去传的时阵呢，伊的这个德国人的民族意识就出来啊。所以豆豆呢，欧洲世界遐各国的这个国民文学以及呢民族精神、民族意识呢，豆豆形成啊。啊，这是近代欧洲因的民族形、民族意识，吼、哦，包括因的国民文学形成过程，拢是甲宗教改革有关系。所以呢，我为安尼来个看是，其实台湾嘛同款啊。吼、哦，一开始拢甲宗教有关系。这是作思想的、啊、所以迄当时伫台湾，伊办即个府城教会报，虽然伊目的是宗教的，但是伊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啥？普遍的国民教育嘛。你只要愿意来、啊、所以你啊看古早呢，你只要愿意来呢，无论恁兜是善车，还是好业，你只要愿意来学，伊拢甲你教、啊。所以你啊看，迄当时足济人因为善车呢，无法度请私人家教，伊若去。教会内底，伊就咱学样读，会样写，所以对早期咱台湾的这个国民教育是真大的帮助，对着这个文化启蒙的这个教育是非常大的贡献、哦、所以呢，咱看像报纸呢，吼、哦，伊内底其实虽然主要是以宗教为主，但是伊其实伊嘛真多元呐，内容嘛真多元吼、哦。咱即卖就举一寡例啦吼、哦，譬如讲呢，即份报纸内底咱就找吼。哦有一挂文学创作的嘛有哦，像讲呢，1886年，咱有发现一篇短篇的小说，叫做《日本的怪事》，日本的怪奇怪代志啊。哦，1886年，哦，伊刊载伫1886年迄期，诶，即个一篇短篇的小说哈、哦。啊，这篇短篇的小说呢，即完全拢是用白话写，用台语罗马字来书写哈。这篇在座敢有人读过？可能较少人啊，吼，较少人读过。我简单介绍，伊这个日本的怪事呢，伊这是咧讲啥呢？伊这是讲吼，较早呢有一个日本的政事啊呢，有一个人呢，吼、哦、去大店的客店，吼、哦，啊也要见面就对啊咧，吼、哦，啊这个人呢，去遐见面呢，伊就交代这个女婿的头家啦，吼、哦，伊讲头家啊，我明仔载有代志吼，啊你甲我某领口甲我叫起床一下。啊，即、这个头家就甲应好咧。啊，过当工时间一个到，当然就要甲叫起床。啊，古早也无电话啦，吼、哦，百外当前才有电话。
所以古早你若要 morning call， 就爱去甲弄门吼。所以这头家呢，透早就起来要甲弄门咧。当伊要甲弄门的时阵呢，伊位窗边个影去边吼，用奇怪啊！这到底是人还是狐狸？是安怎？伊伫困架被个被单呢，有吐一个狐狸的尾溜走出来。伊就想奇怪啊咧，这到底是人还是狐狸精？哇！伊本来想讲哦，唔敢弄门咧，尾啊呢？伊要是提出的勇气，伊就哭哭弄门去边啊，弄门去边了呢，伊讲话皮皮出来咧。啊，这个人客看这个头家皮皮出来，讲啊头家无你是安怎哟？啊头家就甲讲吼，啊到我要去边时看到你有狐狸的尾溜啦，啊你到底是人还是狐狸精啊？哦，啊这个人客看到讲司机白老啊，所以嘛只好甲承认啦，讲嘿啦，无唔对，我是山顶来狐狸精。哦，啊即个就要紧的代志，要你入城来办理。哦，啊拜托你甲保守这个秘密，哈、哦，这唔通讲讲。哦，啊你啦，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呢，我会甲你报答。啊，要哪报答？哦，伊就讲，你都拿摕十块银去庙里贴香香的箱啊顶头甲囥的呢。过灯光，互你变加倍变二十。啊你啊囥二十，变过灯光，互你变四十，用安尼来甲你报答，哈、哦。啊，这头家想，哪有这好康的代志哦？不离过呢，伊就想讲，无我猛试看卖就好啦。哦，反正自己试看卖也无白害啦。哦，伊就想讲啊，试看卖，所以过灯光真啊摕十块银呢，去庙里贴香香遐个坑呢。过灯光过去变偌济？真啊变二十呢。哎，住迄二十个坑呢？过灯光再去过去啊变偌济？变四十呢。哦，伊就想啊，这冒死啊咧！哦，但是安尼二十四十上万，无咱就囥较济。伊就想讲哦，无啊囥一千块好啊啦，吼、哦！所以就落地啊，饮一千块出来，甲囥咧遐。过灯光去变偌济？啊，他系两千拢无去，种奇怪啊，他系无去。我想啊，无佫试一届，佫囥一千块。过灯光佫去，嘛是无去。啊，尾啊，伊个恍然大悟。原来拄着变神啊！迄个诈骗集团骗伊，迄根本都毋是狐狸精啦，吼、哦！所以这就是啥，坑人毋通消贪啦，吼、哦！这是百外当前的诈骗集团的故事，吼、哦！伊坑咱哦，毋通消贪，消贪就迄种互骗去啊，吼、哦！所以你也看，这小说真有意义呢。百外当前，咱的祖先就甲咱讲吼，爱注意着这变神啊。结果你看百外当后呢，台湾人嘛是过迄种骗。骗选票、骗钱、骗人，吼、哦，特别上严重就骗选票啦，吼、哦，戆戆过去中华民国骗去的，哦，啊，这就是啥？咱台湾人听话，百外当前就甲咱口坑啊，所以这就是吼，咱爱改，哦，爱改吼、哦，啊，这规个拢用白话写的呢，吼、哦，完全拢用白话写。过来，除了家己创作的之外，伊嘛有翻译呢，嘛翻译的，啊、哦，像讲呢。各位看过台语版的《灰姑娘》无？一定无的啦。哦，但是咱有发现到，伫1915年哦，这份报纸内底伊就刊载台语版的《灰姑娘》啊。台语版的《灰姑娘》伊翻做啥？我来又看卖，有人又会钓无？哦，这字较细字吼，伊叫做土炭，土炭。因为灰姑娘因兜咧卖土炭啦，哦啊，所以甲翻译叫土炭。哦，土炭咧，乌土炭，迄、那个土炭吼，你看，咱即嘛，甲迄当时的欧洲的即个囡仔故事咧，咱嘛甲翻译出来，类似即嘛袂少哦，哦，啊，过来，除了短篇之外，咱嘛有长篇的咧，像讲郑克盼牧师，伊所写出世线，哦，即1926年，啊是讲文化评论的册嘛有咧。哦，像这是这个蔡培慧呢，伊所写的十项关键哦，1925年所出版的哦，伊这规本拢用罗马字写的哦，啊咧评论讲，咱台湾文化要安怎才会当发展，要安怎才会进步哦，伊迄当时就提出伊的一挂看法出来啊，啊遐想法、遐看法咯，咱即卖也搁伊甲读吼，感觉嘛还搁是真有效。也阁是真有道理嘞，哦，啊，这是1925年，人就拢有出版过啊，哦，过来医学的册嘛有呢，像讲1917年，
中国人搁伫遐自负作业，搁伫遐读文言文的时阵吼，咱都已经有白话的台语的医学课本啊咧，叫做内外科看护学，吼、哦。你看迄当时咱台湾的这个医学就偌先进啊，吼、哦，咱有台语的医学课本咧，啊，这拢足侪拢是一手的，为英国啦，还是为美国啦，透过传教士呢，把迄当时世界上正先进的医学的。诶，以后诶，即知识就传起来啊！哦，啊，过来，数学嘛有呢，哦，1897年诶，数学课本哦，即我进前发现到诶，即本必选诶初学哦，你啊看1897年诶数学课本哦，伊诶册名叫做《必选诶初学》，规本册拢是用台语罗马字写诶，啊，教你安怎算数啊。哦百外当前，迄当时中华民国刚建立吧，也袂呢，也阁是大清帝国的时代呢。咱都已经用白话，吼、哦，后医学的，后数学的，天文地理拢有呢，吼、哦。因时间关系，咱就无详细阁介绍哈、哦。以上咱干呐经几项啊，较特别的生活各位了解呢。啊，咱拄只讲的迄呢，咱伫旧年呢，即、這个国立台湾文学馆呢，有委托我。编一套即个台语白话字文学的选集，啊，一套五本哈、啊，所以咱有甲拄只为即个过去呢百外当前呢，啊遐个足济遐白话字文献内底，拢甲看一解了呢，甲揀出来，揀一寡，因为迄是文学馆出钱在编的吼、啊，所以咱是甲揀甲较文学性的作品，啊，较文学性的作品呢，咱拢甲揀出来，啊，用一个选集哈。啊五本，有散文、小说、剧本、诗甲歌，啊，搁翻译个吼，啊，搁文化论述个，即五大主题，咱也分主题，啊，咱有教官文、白话字，啊，搁汉德，吼、哦，有汉德甲白话字两种吼、哦，要予各位会当来较方便看吼、哦，啊，像这呢，这是为近啊百万字咧浓缩迄个卷出来，吼、哦，会使算是讲真浓缩。哦，人诶，即个文学作品，特别是咱经个形成差不多伫1930年代以前，特别是1919年以前呢。哦，咱目的就是讲哦，伫中国人还未白话文运动，哦，还搁伫遐用文言文写作进程，咱台语白话文的文学作品就足侪啊啦。咱是要甲证明着即个物件哦。啊，即个物件呢？过去咱拢毋知，包括我以前读大学以前，也未接触到台语文的读甲写进程，嘛拢毋知啊，拢想讲吼，啊，咱台湾人拢无文化啦，咱台湾人吼拢无文学啦，啊，即文化即文学个拢是中国人来较创造个啊，以前拢想爱土想咧，尾仔才发现家己毋对啦，毋是安尼啊，拄好倒病啦，拄好倒病啊，台湾文学，台湾文学正早以前就拢有啊，是中国人来了，伊用中国化个教育。完全把咱遮个过去个遮个历史、遮个文化，拢甲咱斩断去，无爱互咱了解，是安尼尔，是安尼原因呢？哦，啊，过来，咱拄只讲个遐个较早个历史，咱毋知影。啊，近代嘞，近代嘛，佫足济人坚持用家己个母语来办报纸、来办刊物、来出版，啊，拢开家己钱个，银六底个钱呢？即中华民国拢也无咧赞助个啊！哦，咱举几啊例吼。哦譬如讲，台文通信、台文网报，哦，即拢台语文的，哦，啊，搁来海洋台语文学杂志，哦，啊是讲台文战线，哦，啊是讲首都时报，即到目前嘛拢搁有伫发行啊，台语文的杂志啊，哦，啊搁来客语的嘛有呢，讲客家嘛有，哦，像讲即、这个啊、客台语专刊，啊是讲文学客家，啊、哦、像文学客家即卖嘛还搁有伫发行，哦，坚持要用客语、用母语来书写、来创作文学。啊，对着这些人，认真讲咧，咱爱对这些作家、对这些出版者咧，爱肯定咧，吼、哦，爱甲因敬佩较对咧。因为这些人未为着讲吼，要抱遐中国人的 LP， 吼、哦，要抱遐中国人，啊，着迁就因，着用中文去创作，吼、哦，讲着用中文写，互伊看较有。啊，若安尼想法，无咱着用英语写就好啊。全世界看有英语的人阁愈济。啊，他们用英语写，啊，为啥咱顶多拢有看清家己的母语文学，看清家己的文化这种心态？啊，这就是长期以来呢，咱无家己的教育啦，拢是外来统治者的教育。
伊要互咱袂记得咱家己，甚至因外来统治上恶毒、上恶势的啥，叫咱家己看清家己，叫咱台湾人家己杀台湾人。哦，伊拢毋免插手，伊就徛关山看马相杀就好啊。这是外来统治上恶毒的啦。哦，咱搁记几下例吼。为什么咱会讲上恶毒呢？像咱拄只已经证明讲，过去咱有真侪用母语书写的文学作品呢，报纸也好，杂志也好，还是出版品也好，真侪呢。但是呢，咱一般人呐唔知啊，迄个无话通讲。但是你若像讲像这个黄春明啦，哦，黄春明呢，像这自称讲是文学大师，哦，讲七十几岁啊，要到八十岁的文学大师。哦，竟然也拢唔知呀，甚至呢，到底是真呀唔知，还是假呀唔知，还是刁工咧糟蹋人诶？啊，这咱嘛拄啊好，爱来补充一下吼，因为最近呢，可能咱有一寡东西嘛，加减有看报纸，就知呀吼、哦，就是这个去年呢，我抗议这个黄春明，哦、啊，为虾米抗议啊？这咱等下小可讲一下吼，抗议黄春明了呢，啊，当然伊就甲。伊就甲骂啦，吼，甲叫，用北京话甲叫啦，吼，啊，尾仔我甲过，吼，啊，这个这件代志是安怎呢？这个黄春明，我相信嘛，真侪人可能加减捌伊啦，吼，嘛，我过去对嘛真尊敬，我大学的时阵呢，嘛真爱看黄春明先生伊的作品啦，哦，嘛感觉讲哦，这是乡土作家，应该是徛伫台湾这边呢，啊，唔知影呢，咱台湾话俗语咧讲，讲食老卡咧出撇咧。唔知影讲我食老较，伊即愈来愈歪对，歪对中国迄边去咧。哦，迄天是安怎我来甲抗议？哦，因为各位咱看，这是去年五月二十迄天吼，伊、哦、呢来台南演讲，爱来台南演讲的时阵，伊个标题是啥？相片家做证据吼，伊讲台语文书写甲教育的相克吼，就是讲。啊，敢通台语文的书写甲教育，哦，爱讲这个题目呢，伊来呢，我嘛去听啦，啊，听伊讲半点外钟，我坐伫遐点点听伊讲半点外钟，啊，伫演讲当中了吼，规、哦、半点外钟，伊拢伫遐骂啦，哦，伊就伫遐讲哦，当然伊一开始先为政治开始讲啦，啊，了就开始讲这个语言的问题啦，一开始就讲啊变啊啦，啊，母的啥物？啊，一兵一国啦，吼、哦！啊，咱都拢中国人，睇着用迄一兵一国，啊，咱拢同文同种咧，哦！啊，迄当时五月拄好五日节要到，伊讲你看，啊，咱食肉粽节，咱中国嘛食肉粽节，哦，咱拢过共款的端午节啊，所以咱拢同文同种啊，吼、哦！一直伫咧讲遐咧，当然，伊要讲伊的政治的理念，迄伊的代志，咱嘛袂甲干涉，吼、哦！伊有伊的主张嘛，吼、哦！伊要去做中国人，迄是伊的选择咧。但是伊就愈讲愈过分啊！伊就讲除了一边一国之外呢，啊，佮含的迄啥物母语教育，迄母语读着需要教育，啊，踮厝家己讲就好啊咧，哦，啊，母语是要哪写？啊，母语也无多写啦，哦，啊，你写迄母语教迄拢增加学生的负担啦，啊，写迄看拢无啦，哦，就拢一挂负面的啊，就佮只举例讲吼，伊去佮学校呢，伊啊国小参观。哦，爱学校爱教台语，爱教客语，爱教原住民的话，哦，安尼增加学生的负担啦。啊，咱就拢都用中文就好啊，何必着搁用母语？啊，要讲你着踮厝讲就好啊咧，无需要用这母语啦。哦，啊，讲这台语也无书写历史啦，台语是要哪写？哦，讲这五四三啦。啊，讲到尾啊呢，伊搁讲哦，啊这遐的那些伊用北京话，伊用那些搞台语的呢。啊，一个的什么郑良伟啦，一个是什么洪伟仁，伊就人慢慢共讲出来。哦，啊，甲母遐代志，拢不伦不类啦，就伫遐共骂啊，你知？各位，伊伫遐讲半点外钟，讲的拢五四三，拢无影的，拢遐伫遐共污名化，伫遐共欺骗，共扭曲着历史的，这爱甲制止也无啊。各位，你若在场，是毋是爱随制止？这个顶是现行犯呢，现行犯呢？哦，现场遐两三百个听众咧，你若无甲制止，无甲澄清，大家想讲伊讲拢真诶啦。结果伊讲敢真诶，我搁拄只咱演讲时，我搁用相片用做证据互各位看。伊讲诶咧，拢一支嘴尔啦。哦，食到七十外，可能剩迄支嘴尔。啊，用讲诶，啊拢无影诶，伫遐黑白共扭曲啦。
所以我当时就足生气个。哦，后来呢，我着现场吼，我着甲摕海报甲抗议啦，吼、哦，着像安尼用海报甲抗议吼。啊，海报是用双语写，我中文吼、哦、是写台湾作家、台湾作家不用台湾语文，却用中国语创作歌词。哦，啊，佫有一个台语罗马字吼，讲、哦、台湾作家爱用台湾语创作，我用双语个标题甲抗议。啊，有个人讲，嗯，啊你啊，讲啊，为啥要用中文？啊，我若无用中文，伊就看无啊。伊母语的前面有咧，吼、哦，伊台语的前面有看无啊，所以我毋知用双语的。但是有一寡媒体咧报道时阵，嘛是咧歪传的。伊就讲我海我抗议时拢敢用中文，明明我着用双语，伊就甲讲我抗议用中文尔。啊，既然要共抗议用中文，是安那家己要用中文，就咧甲歪传吼。啊，即种证据我是用双语的咧，吼、哦、啊，我着摕海报啊甲抗议。啊，当然我。啊！海报寄起来，我嘛拢无讲话，嘛无抢伊个麦克呢。哦，但是伊就袂堪一下，伊就见笑转生气啊啦。哦，伊见笑转生气了呢，伊就摔麦克啦，啊个冲来要甲我拍，像这样、個、就冲来要甲我拍呢。啊个啊个在遐吵干交啊，用北京话，嘿，啥物操你妈逗逼安尼。哦，哎，详细呢，这咱拢有录影。哦，啊，伫网络伫 YouTube 顶头哈，你若甲找。你若拍五二四台文事件，吼，也是讲黄春明，就拢找到吼。啊，所以呢，后来我就去甲告啊，吼。啊，为啥要甲告呢？因为这是要展示咱台湾人的一个骨气啦。就是讲吼，你黄春明无采以前，我对嘛足尊重的呢。但是伊这几年来刷单，愈来愈徛我伫这个市民者、统治者的立场呢，替统治者咧做拍手呢。讲迄五四三，伫遐甲咱侮辱，讲咱台湾人袂当用母语，若要用，就爱用中文写作，吼、哦，哦，啊，佮讲，佮伫遐记迄个不三不四的，伊记啥物咧呢？伊讲哦，啊，玛雅文化不是很厉害吗？不是很好吗？但是遐玛雅文化古早遐人呢，查某人拢用中间啦，吼、哦，啊，因尾啊呢，后来呢，全部拢改用即个西班牙话啦，吼、哦，啊，伊头有啥物歹？啊，伊嘛是共款会当得到诺贝尔奖啦，讲即个话呢？讲查某人从中间，啊，讲因的语言从消灭掉去，用西班牙话，头要紧，这个话佫讲会落呢，吼、哦，伊佫感觉讲伊安尼做道理的呢，哦，啊，所以你啊看，啊，尾啊呢，我着当然足生气的，吼、哦，后来呢，我着去法院甲告啦，哦，去甲告的时阵呢，告伊公然侮辱啦，这是代表台湾人要甲告啦，哦，咱目的毋是讲要叫伊赔我钱，啊是要。要因为安尼来趁钱啊，啥物货？目的是咧求一个是非呢。遐媒体出来呢，拢也无公平的报道啊，拢敢若讲吼，啊，我怎样问一个少年人是安怎对待这老大人讲用抗议的？啊，他也无爱好好啊讲，伊讲吼，啊，你若无共意见呢，你着等演讲煞吼，私下才甲表达。迄现行犯的，迄个那秘书讲吼，进前无讲有塑化剂。我若摕一杯有塑化剂，有，也是讲有掺农药的，有一个歹人摕一杯有塑化剂，也是讲有掺农药的物件，要互你啉啦。你是要甲现场甲制止，也是讲等伊啉煞吼，啊翘起了才报警啊？咱当然嘛，现场制止，等伊死了，迄、那个危险就造成了袂赴啊嘛，对无？啊，咱甲制止嘛是真合理的啊。啊，因拢唔讲遮啦，拢干阿讲我为啥要甲抗议？啊，因拢遐媒体拢唔问讲吼。为什么黄春明会我抗议？伊迄半点钟内底是讲啥物内容？所以当时我嘛开记者会啊，要求主办单位讲，你得要公布迄天的录，迄个录影带，因为主办单位有录影带嘛，因为录影现场转播哦。但是伊拢唔公布咧，一直到我法院甲告，又法院迄个调动啊，伊较要退出来，但是退出来伊嘛刚好法院了，伊还佫唔公开公布出来哦，因为迄当时。除了伊这场演讲，伊共是阁有办几啊场，其他别场的逐场拢有公开，你网络点拢看会到。但这场伊就该删掉，伊唔敢互看啦。爱、啊、是做啥物亏心事，做啥物歹代志趁。那这样讲的吼，黄春明较有道理，啊我张伟文较无道理。啊，你着公布录影带，互大家社会大众去评论就好嘛。是安怎？到最嘛拢唔敢公布。哦，啊当然尾啊呢，阮就取到这个。第一时间迄录影带吼，所以尾啊，我拢甲迄个冲突的迄个时间点、迄个部分吼，有甲录起来，然后
铺上即个 YouTube 顶头哈，哦，各位也当去做评判哈。啊，当然迄个过了呢，一审的时阵吼，判我赢啦，啊，判要罚一万块啦，啊，这嘛真合理啦吼，因为伊是公然共侮辱咧，啊，我抗议，我是举牌啊，我也无甲骂啊啦，啊，当然呢。因迄边因着不服啊，尤其检察官咱嘛知影吼，咱即个检调系统也是讲即个法院的系统拢嘛难个较济吼。检察官着自然替伊上诉啊啦，讲吼讲安尼罚伤济啦，讲罚一万块伤济啦，讲袂使啦。尾啊着去二审嘛，二审着去高等法院啦。啊，最近高等法院较即个高等法院呢在宣判吼，在判决出来吼。这是咱进前上头第一届先去台南地方法院甲过，啊后来呢，伊阁上诉吼，啊高等法院嘛阁有最近判来，啊高等法院判呢足好笑诶，伊安怎判？伊讲吼有罪，啊毋过免罚。吼、我食到四十几岁吼、第一届听讲有罪，啊毋过免罚啦。法官啊都拢用伫开诶咧吼，伊讲吼伊判决书我嘛甲公布伫网站，恁若趣味你甲。Google 一下就有啊吼，伊讲吼，即、這个黄春明公然侮辱确实是无唔对吼、这有罪。啊，毋过呢，伊又讲吼，伊讲吼，几点原因啦？伊讲吼，但是这罪小项的尔，这也无偌严重啦。吼、啊，无偌严重，意思讲，因为伊骂台湾人无要紧啦，中国人骂台湾拢无要紧啦。但是若咱台湾人迄个骂着中国人吼，迄就大代志啊。啊！若因中国人骂咱台湾，迄小代志，迄无要紧。啊，过来伊讲吼，啊，即黄春明即文学大师，对台湾文学有足大个贡献，吼、哦，所以嘛，伊有功劳，所以我会当甲抵免。啊，过来伊讲吼，迄是因为蒋渭文先共挑衅的，蒋渭文嘛莫袂共抗议吼，伊都袂共吵干交。即法官嘛拢真侪歪理呢。啊，若安尼，即法官头壳可能有问题呢。换转来讲。啊！若黄春明莫讲遐个话，莫共骂，我太甲抗议，对不对？若认真讲，是伊先家己演讲三十几分钟，拢伫遐共骂呢。啊，我毋则甲伊抗议，但是我抗议是用言论自由，是我的基本的抵抗权呢。我是用和平方式，我也无甲抢麦克，也无甲阻碍，我是干举牌啊，伫遐点点，我手阁会酸个呢。吼、我无甲请求赔偿，就迄落啊咧。结果呢，竟然讲用这种歪理啊，讲吼有罪啦，但是免罚啦，所以拢甲免刑啦，拢免罚安尼啦。啊，你看恶一点无？啊，讲吼，那照这个法官伊这种判法吼，安尼吼，咱后盖呢，拄着黄春明，拢爱用迄五字先甲回敬一下。啊，过来包括马英九吼，咱买单用迄五字甲回敬一下，咱买单有理由啊。啊！即卖人民生活困苦，大概三顿拢够食袂饱啊！伊即个执政无能，啊，造成咱台湾人生活困苦，所以咱台湾人来偷来抢，拢会当原谅啦，是毋是？那照伊安尼，照这法官诶逻辑，伊诶讲法是，啊，咱来偷来抢嘛。那因为阮兜善食，因我都无法度啊，所以咱来偷来抢拢无要紧。甚至呢，骂总统啊，啊种骂因遮个人嘛拢无要紧啊，偷要紧。哦，咱嘛是拢会当原谅一个啊。啊是安怎？而且呢，包那遮个人讲阿扁也嘛应该随放出来啊，对无？阿扁啊，因伫遐做中华民国总统的时阵，有过错嘛有功劳啊，哦，伊嘛有功劳啊，是安尼人关较死。哦，啊是安怎？即法院就是相庭标准。所以这实在是非常无道理啦，而且呢，详细呢，即个咱台湾台文笔会呢，毛出一本专册吼，就是把这件冲突呢，咱就完整的记录起来。因为即卖咱台湾媒体拢是中国派的把持啦，甚至台湾派呢，所谓的台湾派民什么会、三什么会吼，因对这也未有深入的了解，也未深入去报道啦。所以呢，媒体顶头伊拢报袂着重点，加拢是用，也是用中国人的角度，用中国观点来咧报啦。所以咱这本册咱有较完整收集，包括着黄春明演讲的演讲稿，伊的逐字稿，咱有甲整理出来。
伊讲啥物内容，咱拢甲整理出来，互各位去评判。包括迄当时有三十几个社团写文章，伫报纸顶头刊的文章来声援的，即个文章嘛拢有甲列出来。啊，即当有一个算是一个真完整的一个记录，包括迄当时的相片嘛拢有吼。所以即当互各位参考，各位若趣味会当上即个 PC 号嘛是博客来去买的有吼。这是即个黄春明的即件代志吼。啊，即个黄春明即件代志呢，咱等于咱感觉安怎作憾的？你啊看，自称是台湾文学大师，结果呢，我毋知伊是真正毋捌，还是假毋捌。对着咱台语文的台湾文学的发展，伊完全拢毋知。伫黄春明还未出世之前，咱就遐尼济文化文学的资产啊，出版遐尼济，竟然甲伊讲拢无啦，讲台语无多写啦。啊，哪会拄只迄个？互各位看迄相片咧。啊，咱拄只迄是因为咱现场无多炸册来，遐足济册拢收藏伫底，伫台湾文学馆啊，伫咱台南的即个台湾文学馆。各位若有趣味，有时间去遐甲行行看看。啊，黄春明迄天来演讲的所在是啥物所在？就是台湾文学馆啊。伊去甲台湾文学馆，迄、那个馆着收藏足侪台语文学、母语文学、客语的啊，有原住民也有。结果呢，伊可能感觉伊家族搞啊，无需要去了解啊，伊也无去看，甚至人文学馆一楼大门迄边正手边遐着有一个常态展，母语文学的常态展，母语文学常态展，人伫遐展览。伊嘛拢无去行下到，嘛拢无去了解。竟然呢，北京话讲讲睁眼说瞎话，讲哦，无语无文学啦，啊，真可恶呢。这就是台湾人的悲哀啦。即卖呢，即中国人呢，咧利用遮个表面上是台湾人，表面上是台湾出世，但是伊的心呢，拢挖中国的遐个人出来伫甲咱偷，出来伫甲咱公公的五四三伫偷咱的台湾人的子孙呐。哦，啊，然后。靠一个嘛，真恶一个，就单方面啊。咱讲的这拢完全属实的哈，唔是针对于个人的诽谤。黄春明迄件代志一个了呢，也未了，就讲一个出来了呢，报纸报了，啊报纸嘛要访问单方面啦。啊，单方面是啥呢？伊较早捌做过民进党的这个文宣部的主任啦，哦，但是即马甲民进党是愈行愈远啦。但是伊要阁听讲，敢若阁要保留民进党的党籍，因安尼较好用，哦，安尼呢，哪会较好用呢？哪会较利用伊啦？表面上讲伊嘛民进党的，但是讲的话拢是，嘿，人讲食碗来洗碗外啦，哦，还是讲饲鸟去咬布袋啦，哦，安尼就知吼。伊即卖呢是做政治大学台湾文学所的所长啦，哦，伊即卖是台政大台文所的所长吼。啊！迄当时记者嘛，甲访问啊啦，就访问伊看法。啊，当然，伊就用政大台文所哦，就站出来骂我啦。哦，就讲哦，我不应该啦。哦，啊，伊重点呢，伊有讲几下。第一下，伊讲哦，啊，台语都无文学嘛，伊嘛是咧呼应黄春明咧。伊讲台语都无文学咧。哦，啊，讲哦。那过去台湾文学一定得用母语写较有台湾文学，哦，一定要用罗马字写较有台湾文学，吼，安尼吼，台湾文学剩两样尔啦。欸，这嘛足恶心嘞！无采伊讲伊是学者，是台湾文学所的所长。伊讲啊，那罗台湾文学用罗马字写的文学呢，干两样尔。啊，拄只咱互各位看，我经迄个选集，一套五本，拢总几页，将近两千页啦。但是伊甲你讲两页尔啦，啊，咱阁是算计无，阁是算出来，伊甲你硬甲拗讲啊两页尔，你看这恶质啊无啊？做甲安尼讲，当做甲台湾啦，所有所长呢，我为这毋知是安怎买来的，迄政台咱就知吼，迄个过去的党校咧，吼，啊会当做甲党校内底台湾啦，所有所长，这吼，毋知有啥物内线交易无，应该去查看卖咧，哦，过来伊第二点，伊讲哦，这是台语霸权，哦，这嘛足可恶呢。这是咱的抵抗权，咱咧抵抗遮个中文，即咱基本的生存权呢。伊竟然讲咱霸权呐！这个哪袂输啥呢？讲有一个真水的小姐伫路边行，
拄到一个土匪吼，啊，这土匪呢，夹刀夹枪，甲你压咧，甲你要甲你抢劫，甚至要甲你强。啊，咱就用关大鞋啊，甲摕起甲位头甲猫一下尔吼。伊讲要告这个小姐，讲你安尼伤害，安尼敢对？我是你土匪要甲我抢劫，要甲我强，我是抵抗呢，合理的抵抗尔呢。竟然讲咱暴力啦，讲我安尼是暴力，是代表台语的沙文主义的。华语的沙文主义拢唔讲。咱即卖小学平均一礼拜五节至六节的国文课啦，中学包括国中、高中、甲大学，还佫必修华语呢。中国语文，我有甲统计过，一礼拜超二十几节啦，为小学甲大学二十几节啦。啊，咱的母语，台语也好，客语也好，原住民的族语也好，一礼拜一节四十分钟啦。咱人咧食山珍海味。人咧食满汉大餐，咱是咧食暗暝啊，一礼拜甲食一顿暗暝啊呢。结果伊甲你讲，咱这是台语霸权啊！啊，你看这人恶质啊，无恶质。这个话阁讲下落去呢，咱是互欺负，互拍甲拍倒在涂骹呢。伊竟然讲咱是霸权，你欺负华语啦！真正哦，这个人实在是足恶质。啊，过来呢，伊讲第三点，伊讲这窄化台湾文化，讲咱安尼排华袂使。讲安尼是排华的行为，安尼窄化台湾文化，啊嘛奇怪呢。伊这独尊华语，你啊各位有机会恁上政治大学台湾文学所的去甲查，因的课表呢，我有甲查过，无甲任何一节甲台语、客语也是原住民族语有关系啦，拢是中文的啦。伊讲伊安尼确实，互台湾文化较多元。结果咱主张有台语、有客语、有原住民族语的。甚至新移民，譬如讲越南话，咱嘛这拢甲包含起来。伊讲咱安尼窄化台湾文化，奇怪呢？咱较多元的，颠倒方讲咱是窄化啦。啊，伊迄单一的，敢若北京话讲，伊安较多元啦。伫生态，我有开台语课，嘛开越南语课呢。像我这下期嘛，佫开越南语课呢，因为我伫越南嘛遐做调查，啊遐学越南话吼，所以我伫生态嘛开越南语课呢。咱开较侪种会向个语言比较侪，结果伊讲我这是沙文主义啦。啊，伊这呢，敢会向中文呢，有来佫加一个英文安尼尔，讲伊安尼较多元呢。哦，真奇怪呢。哦，啊，过来伊讲吼，第四点伊讲吼，啊，若大家也拢坚持家己个母语吼，安尼就各说各话，无沟通个平台啦。啊嘛真奇怪呢。啊，全世界有六千种语言呐，人敢讲一定得爱讲某一个语言，嘛无啊，咱根据需求嘛。你若要去日本，你就讲日本话；要越南，你就讲越南话。各地方、各地方人自然就会生态平衡嘛。为啥一定来讲华语？啊，若只要安尼讲的呢，你若讲华语尔，你嘛袂当甲美国人沟通啊。无咱全世界拢讲英语，佮他唔。你若讲叫伊全世界讲伊，伊嘛佮唔呢？伊就徛伫中国个角度啊，讲啊，着用华语较会当沟通啊，啊，即就是徛伫中国个角度嘛。无咱着讲，咱着来学英语着好啊咧，对无？我嘛留学美国个啊，要讲伊我也无也袂讲输伊啦，对。我个样越南话，伊敢会晓？伊阁袂晓咧。我样客话，伊敢会晓？伊嘛袂晓咧。竟然讲吼，那主张无语安尼着无法度沟通啦，足恶一个呢。但是人家联合国。人文化多样性宣言，啊，佮即个国际笔会即个世界语言权宣言，拢咧呼吁世界各国爱尊重遐无共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伊的母语教育权呢？你要用台语、用客语、用原住民的族语来受教育，咱拢爱佮尊重啊，爱尽量符合因的需求啊。人联合国是安尼呼吁的，竟然伊佮你讲吼，无用华语袂使，那无咱就无法度沟通啦。啊，这完全拢讲替中国人讲话呢，所以呢，咱唔知讲吼，即卖这就是中国人，中国国民党因即卖策略就是安尼啦。伊利用遮个台湾的作家，利用台湾遮研究者呢，表面上看起来伊是台湾人，但是伊的头壳内底拢是啥？拢伫中国的物件啦，拢讲中国话啦，拢替中国讲话啦。因即卖就是用安尼，用这个包装。啊，因开经费拢开啥经费？拢开咱纳税人的经费呢？包括黄春明迄天来台南演讲，
迄演讲会送出嘞，迄嘛，即个即卖文化部啊，较早即个，较早叫啥迄个，反正即卖改文化部吼，嘛是因出嘞啊，哦，迄嘛是咱纳税人出嘞啊，因即卖拢是用公家的经费，然后去遐放毒，四界放毒啊，啊，着黄春明着退休啊吼，啊，着食百用个，着四界去放毒，讲哦，无义无需要，无义无重要，吼，啊，着用华语着好啊，啊嘛啊，像单方明这着利用这個，你看。用学术资源，互伊挂名做台湾文学的所长，结果伊讲的话拢是反台湾文学的啊！中国人即卖伫台湾就伫做这個啦，所以即卖台湾全台湾有二十几间台湾文学相关的科系，包括台湾语文相关的科系，九成以上拢假的啦！我甲各位讲，即因为遐位头到尾因的伫创啥，遐我拢足清楚的，拢假的啦！九成以上拢假的，啊，拢是啥物人来的？拢像单方面即种啦，啊无就是一挂中文系吼，伊都无开嘛，就来霸占台文系开啦，拢是霸占的，啊所以教的拢是教啥中国观点的啦，用中国观点来咧看台湾文学，用中国观点来咧看台湾语文啦，拢是安尼，啊这是未来咱爱好好啊处理的，啊未来咱爱好好处理这个问题吼。最后呢，咱时间真有限吼。最后呢，咱做一个结论哈，做一个这个诉求啦哈。未来呢，当然咱若临港各位若上咱这个高级行政班的时候，咱会更加详细。若是咱台湾政府有摕到执政权，有摕到政权的时阵，咱若要做的这个教育改革会更加详细哈。这咱拢有这个草案出来哈。但是现阶段呢，目前伫现阶段的时阵呢，咱爱要求。哦，几点吼？第一就是爱加强这个台湾语文文书的这个教育吼，啊，过来伫现处时呢，国校啊这个母语课吼，而且台湾语文的课呢，敢一礼拜一节，伤少啦，啊，至少嘛要两节、三节以上，啊，伊的华语为什么得一礼拜五节至六节？啊，咱为什么得敢一礼拜一节呢？这是无合理呢，真无公平呢，啊，过来。爱比较中文、英文的，将台湾语文列入国中、高中、甲大学的这个必修，哦，啊，过来，咱来为体制改变，吼、哦，就是讲，即卖高中也好，大学的入学课呢，拢干那考中国语文的，后盖呢应该爱改做本国语文啊，就是你要选客语，要选原住民族语，要选台语，拢会使，吼、哦，袂使强迫人干那选华语尔，袂使独尊华语啦。啊、哦，咱若原住民有阿密斯有台语的，伊要选用台语的话来作为大学的入学考的考试的科目之一，会使啊。安尼人毋只会想要阁继续用家己的母语，爱予人有生存的权利嘛，应该是安尼，袂使像即卖拢独尊华语尔。啊、哦，这未来咱拢爱改变吼。啊、哦，过来像讲，咱要设定这个语文的平等法，啊、哦。啊，这个语文的平等呢，像这过去进前本来这个阿扁的时代，迄当时本来有要推上吼、哦，啊后来呢，因为这个中国国民党啊，即个政党来反对吼、哦，所以暂短退后搁置，哦，短冷冻起来。未来呢，像这种语言平等法，哦，这咱拢爱过来制定吼、哦。好，因为咱时间真有限吼、哦，以上呢，咱就针对这个台湾语文的部分，咱先做。初步的这个入门的介绍，啊，啊，若有啥物，啊，若要去看较侪资料，哈，欢迎各位会当上我的网站，哈，啊，我的网站你伫 Google 呢，你也拍中文，甲找一下就会出来啊，哈，或者是若有问题，咱等下歇睏时间，啊，再做伙来讨论，哈，啊，咱这节课咱就先上到这，啊，多谢大家。请起立，起立。老卡吃中道等